安妮是我害的，安妮是我害的，你还我的安妮，还我的安妮，安妮，我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老爷和妈妈呢？ 我怕，我会失去你。老谢，从安宁生病，你就没有好好吃过饭。嗯，你这样下去，身体怎么得了呢？阿姨给你熬点鸡汤，你趁热喝了啊。哎，只有身体健康，才能照顾好安宁啊！哎，趁热喝啊！ 快来！对不起，我没照顾好安宁。哎，是我们家安宁没福气，好好的，就成这样了。有件事儿，我必须要告诉你们。安宁变成这样。 虽然你也是受害者，可毕竟都是因为你才去的那个地方。至于安宁，你走吧，别再来，我们不想再见到你。你滚！ 龙总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大嫂，我们过来看看安宁啊。师傅，怎么了？龙总，大嫂，浩倩，你怎么跪在这儿了？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你走。 我们不想看着你，你赶紧走。您先冷静一会儿，有话好说。妈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老爷，您看这，走吧。安宁和你没有关系了。不知道。
我不可被原谅，我不能被原谅，是我害了安妮，我对不起她，我也对不起安逸。你们打我骂我都可以，让我留在这儿照顾安妮可以了。照顾就是因为我把女儿让你照顾，就照顾成这样。我看大家都冷静一下，都别太冲动了吧。你先回去，再劝劝师傅和大嫂。我要照顾她，我要等她康复。等她康复之后，你要我的命，我都可以给你。要你的命？要你的命？能还回我们家安妮的命吗？为什么啊？为什么我的女儿都认识你？为什么？朝前，要不你先回去，我先劝劝妈妈和老爷啊。如果您不答应，我就跪在这儿不起来。行，你威胁我是吧？